娟乱点鸳鸯谱，范冰冰、郭敬明最萌身高差。一个是霸气脆弱的凡爷，一个是明媚忧伤的四爷，两位爷要不就在一起吧？这也差太多了吧？对，在一起就是要靠这华丽的差距。范冰冰1.68米，小四1.48米，萌翻一片的身高差呀，有木有？小四，你又可以45度仰望爱人了，有木有？不要觉得小编很扯淡，小编那都是有根据的。是丁丁的化身。高，让我们来看一张丁丁的照片，长长的脑袋，长长的脖子，细细的小胳膊小腿，有没有很眼熟？有没有很像手机挂链？有没有好像郭敬明？那就对了。我不喜欢话特别多的人，像自己准备像逆流成河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整天唧唧歪歪呢？他把他的内心世界都化作了文字，撒在了青春的裙角，有没有？我喜欢这个男的看起来比较内敛，然后话比较少，然后但是又很有思想，然后基本上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回答。俗话说得好，行动上的姚明，思想上的郭敬明，这说明小四的思想境界之高还是很受大家肯定的嘛。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，小四最不缺的就是思想，而且人家不仅只是引领着花季雨季的青春思潮，现在更是进军导演界，一连两部小时代票房居高不下。范爷可不要放过这么完美的真命天子呀。身高重要吗？重要。